哇，那这样每个模式，我靠，那这整个副本有这么多路线可以打。那我刚刚冰雪那关没过，可能还要再打一次。那 只是其中一条路而已。干！我走在空格上面，我以为我要摔下去，看不太见路。摔下去应该翘辫子吧？我看见路。好险，这次不像之前一些更新或改版会断线的。妈的，是这里吗？地图看起来很小啊。绝对不是前面那条，应该是这里。总觉得我好像每次都快掉下去的感觉。这什么鬼地方？火山里面吗？靠！怎么有人已经下去了？这是。不要打，God！死亡！要打破什么东西啊？盾吗？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地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打？地上有村民，干嘛用的？他会自己治愈。如果我们让他吃什么？吃村民吗？反正就是他要吃人之前打爆他就对了。干，想的那么麻烦，狂打就对了。他应该会有特殊动作吗？可以定身吧？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不能定身。迟到了。这个要稍微远离一点比较好打。哇，每个人都倒地，拜托！该不会灭在这里吧？伤害不太够的感觉，然后又很喜欢人挤人，王的那个火焰一放下来，大家一起倒。他吃人好像会补血，他的现在下一个目标比较远了，应该打得爆吧？哦，可以，干那么快就爆了，刚刚一定是没人打。为什么喜欢跟我挤在一起呢？那这些人是在想什么？你这好好站着打不行吗？
它像刚刚往这个在我身上点这个有没有？你就不能靠近其他队友了，要不然他们会被你炸到。我队友在说让王远离，尽量远离村民，让他站到中间一点，这样子他要飞去咬人的时候会飞比较远。睡哦，你们还有在动脑子，快打！村民怎么又生了？村民会一直生啊，靠腰啊！妈的，我带错技能，靠！我应该带补血的。不要接近我！不要接近我！王又开盾了，王开盾的时候还会有那个小虫一直伸出来，不过首要的目标是把王的盾打掉，然后再清小虫。我应该不会死吧？不要站在火上救我。靠！应该都是远攻啊，怎么会死这么惨呢？我搞不懂。快救人啊，靠腰。快死吧。妈的臭虫，不要接近我！耶！两只王而已吗？靠背。垃圾盾，五个徽章，一袋金子，然后呢？哦，怎么有人能够拿到这个？为什么我都捡到垃圾？
金子，干两银，你老师的。回去打完王回去传到商人那边，然后呢就结束了吗？还是说可以继续开始？